说到粉丝哈，虽然我的粉丝不多，但他们也会给我送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小吃啊、特产啊、增高鞋垫儿那些东西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觉得最感动就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们在网上发起众筹，因为我生日是4月26号，他们想筹够4260元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礼物。到了粉丝会那天，那个粉丝站的站长来了以后，我问他，我说筹够了吗？他说没够，没够。我就在想，哇，我也太可怜了，4260元都没筹够。我就说，但是我问你，是不是当时筹这个钱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收到一笔2000块钱的打款进来？他说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，我妈。因为我妈当时看到这个微博以后，我妈给我发个微信说，儿子，这个事情是不是骗人的呀？我说，妈妈，这不是骗人的，就是他们在众筹想要给我送。她说，哦，好，妈妈晓得了。我妈过儿过说，妈妈打了2000块钱过去。我妈妈给我打了2000块钱过去还不够，明年就不要再办了吧，太尴尬了。我们以后4月26号就凑426块钱就够了，我妈妈直接搞定，好不好？大家就不用再花这个冤枉钱了，没必要。